这个八，吃西瓜汁哎，他平时吃饭吃的少少的，这个饮料他也不喝，水果吃一点啊。我看他是喜欢吃那个香瓜，我没想到他喜欢吃西瓜汁的。哎呀，妈啊，他是哪里的面呢？嗯，他是哪里的面呢？干嘛不？给妈摸面了。好多人喜欢吃我们中国这个西瓜汁啊，你啥也喜欢吃？他不会用牙齿咬哦，撬干，他是用指甲在这里剥，跳哦，赶紧！撬不哦，爸，嗯，交警等着他在这了，快点，跟着老人。听到啦，这马。啊，可以。天啊，太咸了，给老人跳哦。跳不哦？骄傲，螳螂没损吗？嗯，螳螂没损。不明。他说。我们这个房东他现在住哪里？他把房子租给我们了。我说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房子吧？哼哼，他吃得津津有味。要不要去吗？快嘛！